打电话给李营长，立刻请方大队长回来。是，集合队伍。是，集合，集合。哎呀，不用查了，通通抓起来。等你们方大队长一回来，全部带回军营直接审讯。是，来，给我来，动作快。科长以上压到值班。是，科长以下压到仓库。 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了，走，走。马副主任，请你站起来。走。那是给我的，你们方大队长的。 方大队长还没有回来，这是曾督察的命令，请您配合一下吧。哦，哎，你过来，哎，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。我昨天晚上我跟你们方大队长有约定，靠不靠我，他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好。 那我先不靠。快走！快！报告将军，联系上了，他们在西北角309师军营，说是方大队长开着车带着何孝玉甩掉了他们。 我想听明白了，你是学联的人，学联派你来争取我，希望我帮助你们学联反贪腐、反迫害。是。你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，北平地下组织，让你来跟我接头。是。我又不明白了，我来北平后。 一直带着我的大队在查贪腐，也在保护你们学生。学联还有必要来争取我吗？我刚才说了，代表学联只是一层掩护，我的真正任务是代表党组织给你接头。那没必要接了。我不是共产党，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你自己也不要跟别人再说。 你是共产党党员，是崔忠实同志介绍入的党。我知道他介绍你入党的过程。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倒知道。那你说来听听。我们不说共产党，不说组织，尊重一下女性。你能不能不在那么高的地方下来跟我平等对话？ 现在你比我高了，我尊重你。你说吧。我能不能也坐下？我知道，那是1946年农历8月15中秋节晚上。
最终是代表你家里到空军检桥航校看你，你陪他在机场的草地上散步。后来你坐下了，他还站着，在你身边来回踱步，给你介绍共产党对中国未来的主张。你不就怀疑我不知道这个细节吗？我不习惯像他那样在你面前走来走去，我想坐下。 是不是站着讲故事不太自然？那你坐吧，我听力很好，坐得离我近点远点都行。那我就坐在你背后，反正你今天也不会跑。还有更好的理由吗？当然有，你听就知道了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。 看风景的人，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这个理由够吗？ 你说，到时候去了延安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，他们敢坐我开的飞机吗？我想，他们会很高兴坐你开的飞机。那咱们现在去好不好？现在不行。花长好月长圆，人长寿。 我不是中共地下党，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，这都无关紧要。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，本就不是冲着我崔忠实来的。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，才愿意跟随共产党，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，因为你希望救中国，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。 下面问你呢，不是冲着你来的，你回答我就是，不要害怕。崔忠实是为什么死的？被革命牺牲的。我是问他为什么会死。原因很多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很多事情都是组织的秘密。不要跟我提什么组织。 告诉梁先生，告诉学联，我是受国防部调查组指挥的，查贪腐，保证北平民众的粮食配给，是我们的任务，不需要你们来争取。我会如实转达。还有，我从来也不知道崔忠实是什么共产党，我没有加入国民党，也没有加入共产党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不管，但以后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接头的事。 崔忠实同志用生命保护你发展，你怎么能否定他为党为你做的一切工作？崔忠实是我的朋友，是一个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。我不管他是怎么死的，为谁死的，杀他的人，我一定会搞清楚，一个我都不会放过。上车吧。 还要在背后看着我。你走吧，我自己会回去。我带你来的，一定要带你回去。
我不是你带来的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 跟我没什么关系就好，我送你回去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有个秘密，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都要告诉你。 我这个人命硬，所以只能独来独往。在空军，别管是谁跟我一对一做搭档，别管是长机还是僚机，都得被打下来。27个人啊，一个都没能活，就我活下来了。来北平之前，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开庭，我的案子，三个人受审。 一个共产党，一个国民党，俩人都死了，就我活着出来了。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只有崔叔是跟我联系的，也死了。所以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，别再让别人来送死了。我这个人啊，就只能是一个人。回去吧。 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更没有人能住在别人的生死。我会再找你，你跑得再快，也躲不了我。 在哪儿找到的？在长城找到的。护送方大队长立刻回城，去民调会。是。我代表党部先表个态吧。总统不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还是党的领袖。 我是党部派到北平的，我有完全的责任，要维护领袖的形象跟权威，不受任何人挑战。总统的意志是绝不跟共产党妥协，不管任何人企图跟共产党接触，甚至和谈，我能保证北平警察局坚决反对之。 在这一点上，我发现陈继承陈副总司令也是很坚定的。因此，我们党部在北平的人要坚决支持陈副总司令。我完全拥护建锋同志的反贪腐行动，同意逮捕马汉山、民调会的涉案人员。但是在反贪腐的过程当中。 也一定要注意维护党国的形象，尤其是不能让共产党利用。美国人突然停止对我们的援助，恰恰说明了有些人在利用反贪腐，打出了跟共产党和谈的牌。反腐跟反共，首先是反共。
剑锋同志启用方某，我只能服从。但我一直保留意见。这个人，哼，这个人在空军养成了很多的恶习，不服从上级，率真行事。昨天晚上公然闯到了军统，把一个共产党的嫌疑犯给放了出来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不得不考虑你曾督察曾经说过的话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已经被共党利用了。还有那个马汉山，那个马汉山已经无可救药了。昨天晚上就是他配合方某放的那个共产党的嫌疑犯。他们之间暗中有没有什么交易？我看有，因此请曾督察向剑锋同志建议，将满汉山一干涉案人员移交我们北平警察局。我兼着配合国防部调查组审案的任务，由我审查满汉山，审查民调会，能够绝对向剑锋同志负责。徐铁英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代表我敲打他一下，让他明白，立刻停止贪腐，真正配合我们。倘若再搞阴谋，下一个批捕的可能就是他。我可以向剑锋同志建议，马汉山民调会搞得民怨沸腾，闹出个七五事件，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的政策。徐局长，我想先听一听你准备怎么审民调会那些人，预期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好向剑锋同志做详细的汇报。这我们首先要理解剑锋同志的预期目标是什么。我想剑锋同志的预期目标应该是两个，一个是长期的，那就是在党国内部肃清贪腐之风。但是我说过，这是长远的，是需要时间的，是首先要建立在打败共产党的基础之上的。再有一个就是当下之急，那就是要抓一批，甚至杀一批，让那些继续贪腐的人有所顾忌。在国统区要加强经济管制，争取盟国对我们援助的信心，有利于总统带领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打败共军。抓一批抓谁啊？杀一批杀的又是谁？是不是像杀侯俊堂一样，人是杀了，可贪的钱照样追不回来？这个问题啊，很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。知道曾督察不能闻烟味，我就出去抽一支。我可以闻，你在这儿抽就是。徐局长刚才提出这个问题要深入的思考，这就牵涉到你们军统北平站的前站长，你也应该有所意见。
不能总是这样深入思考吧，得把思考的意见谈出来，这可是要向剑锋同志做具体汇报。那就追赃。马汉山还有其他的人到底贪了多少，我加强审讯，尽力追出赃款。尽力是多少？美国人的情报可不是吃素的，还有共产党的谍匪，贪了多少，都有哪些人有份儿，我们查不出来，人家手里可是有数据的。如果说是1000万美元，我们只追出了100万，甚至是100万都不到。徐局长，这恐怕是交不了差的。这样说吧，我先代表剑锋同志，同意由徐局长去审查民调会的人。你说说，能追出多少赃款？曾督察，你先给个数吧。1000万美金。这个数字，美国人应该能够接受。那你查吧，我配合。当然应该配合，也必须配合。这是剑锋同志的原话。我的意见，仍然由方孟敖彻查民调会，查到背后的人，无论是哪一级哪一个部门，我们都给予配合。王站长，你的意见呢？我配合反腐，关键的重点还是反共。方孟敖及其大队，如果真的能查出贪腐，那是国防部调查组的期待。作为国防部保密局，我建议先从北平站挑选一个班的人，暂时改装成青年军，就编入郑营长那个排，监督方孟敖及其大队，稽查贪腐，也严防共党渗入。我同意，报剑锋同志批准。徐局长，你是否还反对由国防部稽查大队执行审案任务？我反对的不是国防部稽查大队，而是有共党嫌疑的人。那个梁经纶，明摆着是煽动学潮的共产党嫌疑犯。方孟敖联手马汉山，逼迫王站长放人。这个情况向南京汇报了没有啊？啊？叫方孟敖审马汉山，我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，首先表示反对。我会将我的意见报告叶局长，并陈部长。王站长，我就不用单独汇报了吧？上面决定，谁来查都行，我都配合。谁来审都行。那徐局长就抓紧请示吧。估计方孟敖快到民调会了，我这就过去，布置将马汉山及其所有涉案人员带至稽查大队军营羁押。南京给我们的时间可只有3天，如果因为有人故意干扰办案，导致3天后无法向南京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，让美国人立刻恢复援助，下一个批捕的就是他。到家了，下车吧。
徐局长。就应该这样，啊！整天忙着工作，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。您的事似乎应该倒下去，我要出去。怎么，你不进去？把车倒一下。老爷、夫人，何小姐来了。萧玉是来找木兰的，裴栋，把锁给他开开吧。谢叔叔好。来看木兰吧。是，方梦敖送我来的。我先去看看木兰。徐天英来了。徐局长。哎呀，谢祥林。你们行长呢？拔火罐呢。哟，病了。刚才开会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呢，中暑了。哦，徐局长若无大事，可不可以改日再来？这个事情啊，往往是误在时间上，有时候十分钟，也许就误了一条人命。我现在必须见到你们行长。徐局长，稍等。蔡妈，给徐局长上茶。什么秘密怕我看见？我胃疼，不想吃早餐。我也没吃早餐呢，陪我吃点吧。都几点了，还没吃早餐呢？不到七点，你大哥就开车带我出去兜风。他不饿，以为人家也不饿。我能吃吗？吃，我陪你吃。是我大哥送你来的。嗯，请到办公室谈吧。起你，恭敬不如从命啊！失礼了。这就对了嘛。
刚才信箱里说你找我有要紧的事，请坐，请说。我是违反纪律来的。刚才曾可达代表国防部的调查组，把我，还有保密局的王普臣叫了去，传达了铁血救国会的秘密指示。下手狠呐！第一个牵扯到的就是你。我本来呢，应该先向叶秀峰局长，还有陈立夫部长报告，但是觉得。还是应该先告诉你，牵扯到我，就不要告诉我。不只是为了你，牵扯到太多的人，包括央行，包括宋家、孔家。方行长，不为自己，为了上峰。为了朋友，很多人的身家性命，最好不要再负起。应该同舟共济。央行的船，我家的船都被你们打破了，怎么同舟共济？大家的船现在都是破的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补。啊，修补。我不会再冲动了，可是我不能就这样被他们关在家里，我要跟同学们在一起，我就是为了跟同学们在一起。主要是我爸，大家都说我大爸厉害，其实在我家最厉害的还是我爸。现在能跟他说的也就只有你了。跟他说我跟你在一起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我可以帮你去说，但谢叔叔不一定会听我的。那谢谢你了，小玉，你现在就去说吧。他们就会抓人了，甚至杀人。突破口是马汉山，负责审讯的是方孟敖，您的大公子。崔忠实是马汉山执行的。孟敖现在已经昏了头了，他谁都会抓，谁都会杀。三纲五常都没有了，你是担心我们家人伦巨变？八一三，我为了保住别人的财富，抛家弃子，已经坏了人伦。现在我的儿子来抓我，来杀我。是我的报应，许局长。如果你的观点谈完了，该去上你的上峰汇报了。那我们就不谈看法。我提一个建议，切实可行，由我接手审讯马汉山民调会，遏制局面恶化。我会说服叶局长和陈部长，请方行长您考虑一下，向宋先生、孔先生汇报。我们两家联手就能压住铁血救国会，就能让他们不再继续利用方孟敖。这不只是为了我们好，也是为了孟敖好。
坐吧。你今天任务完成的很好。孟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今后再和他接触，就不要提组织上接头的事了。那我还有必要跟他接触吗？当然必要。雪莲那边吧，会继续派你和他接触。我已经告诉他，雪莲派我去只是一层掩护，我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任务是接替崔忠实同志，跟他接上组织关系。不提接头，我没有理由再跟他接触。你现在已经跟他接上头了，他也相信了你的真实身份。之所以是这个态度，恐怕他是怕情况太复杂会牵累你，希望组织上另派人和他接触。可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，你是雪莲那边派去争取他的，争取他也是学生们的正常愿望。以你现在和他接触的这种状况，对你们俩相对都安全一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继续和他接触，他心里就会明白，其实你是在代表组织，在关注和默认他所做的一切。国民党国防部叫他所做的一切，组织上也默认。是，他现在只能做国防部让他做的事情，最后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重大任务。保持和他接触，就是要让他感受到党在关心他、重视他。同时，不给他派任务呢，也是为了国民党找不到怀疑他的证据。崔忠实跟他接触三年，直到最后牺牲，都是这样做的。就这样，异常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方茂突然上了国民党的军事法庭，后来又突然被国民党高层的核心部门看中，派回到北平。情况变得异常复杂，组织上都有些猝不及防啊。崔忠实同志只能牺牲自己来保护孟敖，保护组织。太难为他了。谢叔叔，我也能这样做。任何时候，我都会保护好方孟敖，保护好组织，也要保护好自己。组织上有指示，要保护好孟敖，也要保护好你。孟敖今后的工作必须由你配合，你们俩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坚持到胜利。这很难呐，有些难处，组织上甚至都无法帮到你，需要你心里默默去承受。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准备。我能承受。你还要去见梁经纶，把孟敖跟徐莲说的话，还有你刚才复述的孟敖的最后一段话，如实的转告他。涉及崔忠实同志的话，也能告诉梁教授吗？除了你代表组织和孟敖接头的真实身份和所谈内容，其他的话都如实转告梁教授。对于学联，对于梁经纶，你的原则态度是真话不全说，假话全部说。他哪里知道谢培东此时就是以这种原则态度在对他。他不能说出梁经纶是铁血救国会成员的真话，除此也没有对他说一句假话。这样梁经纶就不可能从何孝玉身上察觉我党对他的怀疑，同时也就不会察觉何孝玉是中共党员的身份。要下雨了。